喂，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快报》啊！今日节目有录节目时间系2019年7月3号，呢度有我纽西兰嘅尔德台长，咁你亦都有喺纽西兰嘅 Raymond Wong， 系，大家好，系澳洲嘅真 B C 啊，系久病初大家愈好，啦，大家好，大家系好，咁啊，仲有台湾嘅许留山，诶，大家好。诶，节目开始前啊，大家啱听嘅俾个 like 啦。如果可以嘅都 share 埋俾朋友聽啦，咁另外亦都可以撳翻個鐘仔，咁有新節目話你知嘅。好啦，咁啊，今集嘅題目就係、是、哇，真係有真係食炸糊，一開頭仲如獲至寶啊，好似毛孟靜話齋，好似陶傑咁，即係老師話陶傑係嘛？我都話乜乜乜嘅啦。嗱，今次我哋譴責社長嚇，今次真係屌，真係。啊、sorry， 讲咗厕所，唔系，讲咗厕所，讲咗粗口，对唔住，即系大病初愈，个头有少少湿湿地嘅，系啦，咁啊，咁你讲咩啊？我讲错啲咩啊？我听唔清楚，对唔住，你讲多次。你啊，讲出你就系啊，呀，啊，鬼咁开心啊你啊，系啊，我出咗条题目，唉、哎，真系我要讲一讲啦。呢、这个其实系我嘅错嚟嘅，即系我就好大声咁喺我哋嗰个编辑部里边嘅群组讲。开心到鬼咁系开心到鬼咁，我嗰条题本来想呢节嘅题目咧就写咗嘅，系啊，你讲起咩题嘅？就系喜讯，好无量冚家富贵求特赦。系点解系咁讲咧？因为我听到个消息就阿毛孟静个仔佢有份参与7月1号晚嘅暴动。不过你听下一段新闻先好唔好啊？好，毛孟静嘅哭腔啊，叫嗰、那个。疑似佢个仔嘅人咧就唔好入去，等等啊，系，等等，诶，等啊，喂，播唔播得噶？会唔会俾人哋 ban 噶？播啊，应该都唔怕嘅，声带唔怕嘅系，播好快啫，好快，嚟。其实呢个点解会有人会话系即系疑似系毛孟静个仔咧？咁啊，就因为佢讲话谂下，即系毛孟静就哭腔咁讲，谂下妈妈先咯，咁样。咁咧，但系即系根据真 B C 嘅搜证咧，系就认为咧嗰、那个佢好高嗰个男生咧，就唔会系应该唔会系阿毛孟静嘅亲生仔嚟嘅。Age group 唔同啊嘛。我因為 我其實咧就好似中咗六合彩，跟住話俾我聽，我嗰啲 number 咧其實就係上一期嗰張飛，但係今期就中曬啲 number， 嗰個感覺即係跌落谷底啊！係啊，我心情係跌咗落谷底，因為我本來其實好開心嘅，同埋一連串嘅事情咧，又好似串得埋，因為佢又喊啊，又話咩媽媽，係啊，媽媽，之後又暈咗啦，又暈咗入醫院啦，咁即係好。即係成個表面就好似佢勸佢仔唔掂啦，咁之後咧佢就驚到或者嬲到暈咗啦，所以入醫院啦，所以成條線係有少少似嘅咁啊。事實上，點解我咁開心？我解釋一開下先啦，即係社長對比。喂，唔好意思啊，我點解會咁開心咧？就係、是、嗰、那個佢哋自家製呢個人血饅頭啊，跟住竟然係。自己個仔做咗人血饅頭，仲擺埋喺佢屋企門口添，你咪應該即係咁開心嘅事係嘛？應該慶祝啦、啊！好似食神話齋啊，同我企埋一邊，同我嗌好好味啊！嗌到我滿意為止。係，但係即係無奈咯。我其實就中空保嘅感覺，我今日就體驗咗啦，就即係、其實。有些人就話，即係我見到啲網民啦，即係尤其是建制嗰啲網民咧，就話：，唉，呢啲二眼報，喂，其實就唔係咁容易有二眼報啊！呢個世界好多時即係大家隨機㗎。因為其實我懷疑呢段新聞咧，其實即係點解會有咁嘅解讀咧？就係、是其實係連登嗰邊啲人放啲流料出嚟嘅，佢就要話俾聽咧，
呢啲母子檔咧都出現嘅，即係其實佢又毛孟靜又冇澄清唔係自己個仔喎，即係呢啲消息出咗嚟之後，咁而家我哋幫佢澄清啦，即係其實即係唔好覺得好悲情啊！呢件事其實就唔係悲情，其實就係佢不斷，其實呢個毛孟靜好可惡嘅，又即係我哋呢個台咧分台都未分台，我哋知開始鬧佢，我哋喺招呼過佢好幾次啦，係因為佢不斷。講大話啊嘛！呢個人即係佢係成日話自己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噶嘛。但係香港喺即係其實香港咧唔係亂世啊嘛，佢係不斷製造亂世啊嘛。呢個毛孟靜都唔單止佢喎，及其黨羽啊，泛民啊。其實我好失望啊，因為其實本來佢個仔個人生咧就可能會有機會更精彩。即係阿楊岳橋話齋。这个有案底吓，将可以令人生变得更加精彩。系，仲有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系咪啊？有十年喺监狱里面，哇，仲唔精彩到爆炸啊！真系。唉，不过即系大家其实中恐怖嘅心情，我会好了解。其实即系如果你哋以为真系毛孟靜个仔，听咗我哋节目嘅时候，发现咗唔系，你哋唔好太过失望。系、啊，即系因为我已经经历咗呢样嘢啦。系，因为我哋冇掟烂个耳筒啊！我哋将社长拉翻上嚟啊！头先佢真系好 Q 开心啊！真系，我真系好开心，开心到切咗个芒果嚟食啊！我自己咪咯，冇啊！其实真系非常之开心，我仲同我老婆讲：，哇！呢、這个人真系抵死啊！系咯，嗱，你数住个政府咁邪恶，系咪啊？成个政权恶法恶到咁紧要，嗱，又话年青人被政府逼上街头要示威啦。喂，咁好老实讲，你个仔都应该要上埋一份噶喎，系咪啊？系咪所有系啦？佢可以话佢仔唔系年青人咯，因为佢仔卅几岁。咩啊？六十岁都系仲系中年呀？系啊，政府话都可以攞咩？罗志光话斋啊，呢个罗志光啊，记住啊，罗志光话斋，六十岁先系中年人咋？而家啲人有82岁噶。即系咁样讲，系咁啊，空欢喜一场啦。咁佢仔都系咩？即系疑似个细仔都咩？读环咩保护环境嗰啲嘢，同我一样啦。咁啊吓，咁啊应该都系一个叻仔嚟嘅，唔系话我叻啊吓。佢个仔，我就唔明咯。即系如果嗱，如果真系呢一个系毛孟靜嘅仔嘅话。我反而值得欣賞，係咪啊？咁你個仔都聽嘅，你個分受到你個分途啊，係咪啊？受到你個分途之後，終於一齊走上前線，仲要俾個阿媽力勸嘅話，我假設係真嘅話，俾個阿媽力勸嘅話，都要繼續衝入去嘅話，哇！呢種咁嘅勇武程度啊，就算入到監獄啊，都受到人哋嘅致敬啊，其他人一定唔敢喐佢。個畫面係非常之有戲劇張力啊！即係個阿媽。揽住个仔咁劝佢唔好去，但佢个仔一手推开佢，行开，你系你个队友出卖我哋噶，咁哇真系，唔系可以真系。有啲人咪话再叫咩啊？叫话佢系香港昂山素基咩毛山素基系嘛？系真系咁啩 ？Wikipedia 系咁讲噶，咁我谂下，其实佢都有叫少少似啊。当年阿昂山素基老公都系叫佢。翻去咁啊，即系佢老公叫 Michael 啊，冇记错啊，咁佢都冇翻嘅，咁啊，其实咧，即系都系嗰种伟大程度啊，吓一个阿昂山素基就牺牲咗老公啦，因为我冇记错啊，昂山素基老公临死都系见唔到昂山素基嘅，系、哦、因为佢俾囚禁嘅，咁啊佢癌病死啦，冇记错啊，所以佢两个仔都系嬲佢嘅，到今时咁有少少，咁啊，阿毛山素基咧。即系社长，咁你今次真系 seven 咗啦吓，咁你只可以喺Wikipedia 睇到毛山素基，你见唔到真正嘅毛山素基啦吓。诶、哎，我都认埋先，我都有份 share 出嚟，我都有份一齐好开心噶。我哋一直喺度创作紧呢啲标题，其实度咗题性嘅，因为我系即系点讲，因为我自己又系。即係做啲學術嘢啊，所以成日覺得啲實驗咧，差唔多成功時候就係最危險嘅時候。咁呢啲咧，差唔多喜出望外時候咧，就係最
容易趴街嘅時候，所以就留咗心慘。係啊，要諗住呢句説話應該講空歡喜。系啦，呢句说话应该讲俾泛民听，系嘛？当你最开心嘅时候，亦都系可能系你趴街之时。系啊，其实有时即系呢啲嘢就有个定律嘅，有个定律嘅呢个世界就即系你好开心，以为真系自己咁好彩吓中咗嘅时候，其实就系、是、通常都系中空保嘅呢个世界。炸糊啊！系啊，食咗炸糊真系惨，我系非常之失望嘅。失望，即係對於泛民嗱，應該咁講，對於泛民主派嘅仔女嗰啲人嘅仔女啦，或者佢啲仔女啱年紀嘅，都好似暫時未一個見到佢話一齊出嚟官逼民反嗰個反，佢冇出嚟喎，好似冇出嚟，應該要好似呢啲咁勇猛先入去。佢做議員噶嘛，議員都半個官啦，係咪啊？他都不是民啦，即係講真，呢班泛民議員即係叫自己做民嘅啫。實際上邊一個即係自己嘅社區發生啲咩事，邊個知啊？即係佢哋嗰班友講就講話，即係貼近群眾嘅啫。實際上嗰班友都唔知啲群眾做緊乜嘢噶啦。佢哋唯一工作就係造謠呃啲群眾啫嘛，呃啲群眾出嚟，跟住再。到啲群眾受到傷害啦，跟住就再攞呢個傷害嚟到再煲大自己啊嘛，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所俗稱叫佢人血饅頭啦。嗯，咁啊，今次就中空保亦都驗證咗一個定律啦。而呢個定律咧就係別人的孩子死不完，即係政客嘅孩子咧就永遠冇乜事嘅，唔會有事嘅，匿埋啦。即係人哋嗰啲咧，你就真係去啦嚇。他們會叫你去，是的，不是，我只是想到，永遠保存，永遠都保存到。我只是想到一件事，就是你，即是你說那些小孩子逼到要這樣，逼到要，覺得很絕望啊，社會這樣啊，所以走上街頭，啊，為什麼你們的子女又好像沒有的呢？沒有一個子女覺得已經被逼到絕望要走上街頭呢？是不是做了泛民議員的子女就，就充滿希望的人生？新嬌育貴嚇、啊，喂，屋企又揾到水，咁又可以去外國升學，喂，梗係唔可以衝啦，大佬。你嗰啲奸個仔喎，仲唔係咯？係咯，莎莎仲娶咗莎莎個太子女。上市公司主席個女係嘛？好似係啊。係啊。點同啊？喂，你出邊嗰啲住公屋嗰啲細路衝啦，嗰啲啱噶啦，你啲低等噶嘛，嚇佢哋住劏房嘛，你咁唔想住劏房，衝啦！他們就是這樣煽動你們、啊、是啊，沒有希望去聽他們說、啊、我又拿回剛才毛孟靜那句啦，叫他們十年的不要這樣的想想媽媽先啦、啊、那我心想，咦，你叫得這個年輕人想那天這麼多上街，你是不是應該在他們出來之前已經跟他們講這番說話，喊麥的時候應該要講，他不會的，從來都不講的，即去到這個關頭的他們已經是失控的了，即一定非入不可，就已經爆了玻璃非入不可的，你才再跟他在那裡這樣哭求叫他們不好，喂，有鬼用嗎？你只有一個人，是不是？有鏡頭的時候他就說了，是的，虛偽到死的，說真的，是的，你即其實就是很可惡，為什麼我們吃炸糊就是心情真的這麼差呢？真的很想他們，真的很想看到他，即是有報應、啊、但是暫時未報到在他們身上，我覺得這個暫都是比較可惜咯，我認為。因為今早難的，殺人放火金腰帶是吧，即是什麼什麼什麼滿屍鞋、嗯、收橋保路滿屍鞋，是的，因為今早呢就有人 send 了一些照片來給我看，即係點解我都會中咗，以為當呢段片係真嘅咧？咁有人 send 啲片 ，send 啲相俾我睇，就話：咦，呢個好似毛孟靜個仔喎，咁樣跟住俾我睇，我咦，我幾似喎？跟住我哋擺喺個 group 度問大家啊，似唔似毛孟靜個仔咧？咁樣嗰個對比下咁啊。跟住再晏晝就見到呢段片，跟住阿毛孟靜嘅哭腔，叫佢呢個年輕人唔好衝入去十年假啲咁樣。即係呢段片，我講咦，唔通呢個就係佢個仔？咁真系，
其實應該不會的，其實我最初都有懷疑的，不過跟住許留山好像 convince 到我，啊係喎，好像中了六合彩喎，真係。跟住原來其實就梗係唔係啦，六合彩邊有咁易中啊？即係呢個世界，即係大家有買六合彩嘅都知啦，六合彩好 Q 難中噶嘛。即係呢啲自製人血饅頭，那個人血饅頭仲要落翻喺自己屋企門口，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嗰班人咧，即係好似賣白粉一樣，即係賣白粉嘅人會唔會賣白粉俾自己個仔咧？係唔會嘅，仲要逼其他拆白粉拆家唔可以賣俾自己個仔添。是吧，咁梗係啦，一般都係咁啦。係咪咁講啊？所以其實佢哋嗰班人呢，自己嘅仔女呢就永遠都唔會死嘅，但別人嘅仔女呢就係、是、死不完嘅。係，即係所以就同你哋講話，政府逼你哋出嚟嘅，咁其他青少年，即係好似一種感染咁樣啊，其他青少年聽到係喎，其他都出嚟咯，咁點解我唔出嚟啊？没有报万，只有报证。系啊，咁啊，加上呢啲咁嘅口号啦，继续渲染啦，呢啲画面啦，咁啊，个个都会觉得好似舍我其谁嗰啲咁样噶咯。咁啊，冇办法啦。嘅，我哋都后生过，呢个真心讲嘅，但系，可以咁讲，即系我哋都好彩啦，即系可能以前犯错时刻都系俾人拉翻嚟啊，但系佢哋可能就冇我哋咁好彩啦，啊。但是他们是，即是你说如果上次是真普选啊，或者是雨伞运动啊那些这样，你因为为什么雨伞运动其实这么成功得到人去，即是去尊崇那些这样呢？即是因为他是拿雨伞去挡催泪弹嘛，你现在不是，你拿铁枝啊钉砖啊这样去跟警察对抗啦，又真的拆冧了那个立法会议会里面啦，咁跟住其实你已经冇咗个道德高地噶咯，但系你哋仲要继续喺度讲话议会暴力，咁所以政权好暴力，咁所以我哋更加要使用呢啲武力先至系逼不得已嘅，咁样即系其实喂，你自己香港你自己讲出嚟都未必个香港人信啦，仲要全世界信你，冇可能啦。但系佢好感动喎，咪有四个所谓死士。想留低嘅，但系嗰啲人抬走佢哋，即系佢哋就好开心啦，就话一个也不能少。之后就喺 Facebook 洗晒版，话好感动，即系大家好爱惜佢哋咁样咯。即系今日 Facebook 洗版就系咁咯。其实嗰啲人系冇乜家庭温暖啊嘛，所以一讲呢啲嘢咧，就即系好多人咧就即系好温暖啊，觉得即系其实呢个社运嘅大家庭咧，俾到温暖佢哋咯，即系屋企。即係呢班人嘅父母可能即係俾唔到咩温暖佢，即係咁佢喺另外一啲生活嘅圈子裏邊得到温暖咯。其實呢個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合理嘅解釋嚟嘅，都係個死悲哀嚟嘅，都係。我呢一種温暖感咧，其實好簡單嘅啫。Facebook 留言圍爐打飛機就係你最佳嘅圍爐嘅方式。围炉都数码化，但系佢走可能都做多咗步嘅，咁实际上系做多咗步。但系点讲咧，即系阿社长讲嘅，我觉得我系同意嘅，因为其实父母俾唔到温暖佢就唔一定嘅，只不过有啲父母真系迫于生活啦，即系好辛苦咁做工咁样提供咗物质上嘅支持啦。但系有时候时间嘅话，大家都知道，即系我你哋住过香港，我唔知道，但系我睇到。香港的父母啊，即係收工要揾又有啲好早收工嘅，好晏先放工嘅。咁其實咧，俾仔女嘅時間係比外國人係稍微少啲嘅。咁我都知道呢個事實。少好多㗎，真邊師你未聽過咋？放咗工翻嚟仲要復 WhatsApp 㗎，啲人就 WhatsApp 就問你嘢，你要 WhatsApp 問你嘢，仲要係諗一諗喎。你唔係就咁復啊，哈哈，或者一個手指公咁啊算喎。佢問你係。你要想嗰個時間啊，工作上嘅嘢啊，安排嗰啲可能要復佢，你又唔可以太遲復喎，係嘛？咁搞到你電話又唔可以離開身太遠嗰啲咁樣咯。有時你香港咧，多數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可能帶埋你翻去好攰啊啲咁咧。咁而你已經即係可能有時你夜晚已經攤咗張牀，咪攤張 sofa 已經瞓著咗啦，已經係。可能個仔女已經瞓咗添啊，係咪有時候？都未必，可能佢做咯，即系可能你陪佢去玩咧，佢会即系走，你玩玩下，你已经瞓着咗啦。即系其实某程度都系一种社会嘅悲哀啊。我都可以分享一样最好笑就系，我自己玩，即系我同个女玩玩下啦，我瞓着咗啦。
跟住我後屘我後屘扎醒咗，發覺原來佢塞咗啲玩具喺我口裏面，我都唔知道。咁樣，咁啊，即係咁攰啊！係啊，喂，嗰我哋提起呢啲咁嘅家長咧，裏面當中有個死侍都係呢啲咁嘅家長喎，嗰個都幾值得講下。哦，係啊，哦，我未睇佢條片啊，你哋講，我唔知佢講乜其實。我都冇睇過，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有自己有仔女就，即係你去做啲咁嘅嘢，其實係有啲唔負責任咯。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是、我講緊我感覺咯。係我又係講少少，我講少少嗰單係咩，跟住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咁大家未聽過就好。咁嗰個就好似係卅零歲咁上下嘅，就好似係家長嚟啦。咁就有個細路嘅，咁佢就話要留守，要做死侍。咁啊，又話自己父母係文革嗰一代落嚟嘅，咁啊覺得大陸嗰個冇乜嗰個自由啊，即係講嘢都冇自由，唔想香港變成咁。咁啊，一定決意咧就要留喺呢度做呢個死侍。咁啊，坐監咧就預咗噶啦，嗰啲咁啊，即係咁啊。唉，冇乜嘢留都俾啲細路，咁啊，所以咧就俾佢哋知道，原來自己即係個爸爸咧就咁英勇嘅，原來做過呢一次咁嘅抗爭嘅行為，為佢哋爭取將來嘅呢個美好嘅社會啲咁樣嘅。邊有老豆咁樣㗎？即係我以一個比較愛國人嘅諗法，你真係坐監咁，你係咪少咗時間陪你細路哥添啊？係嘛？咁其實係更加。即係更加 worse 個 case， 同埋你有冇諗過個細路哥以後佢要面對嘅人生？即係如果你老豆，即係啲人不問世事，你老豆係監等你啊？好多人係咁噶嘛，俾人笑喎，係啊，俾人笑，都可能佢話我爸唔係監等，佢係政治犯，望佢咯話有政治犯先有明天嗰啲嘛，得唔得？唉，呢啲你同啲細路哥講呢啲有咩用啫？佢。是吧，其實我覺得如果做過這樣的老爸呢，不如不要生，失敗，是啊，不如不要生，說真的，即是人家說做媽媽要領牌，做老爸也是，這個也要的，做老爸可能要驗一驗個腦，驗腦，有些蒙毒那些，驗血，血裡面有些蒙毒的毒液，沒有抗體，那就不要生了，如果他老爸坐牢，即我不知道他家庭來源收入的來源是什麼，即是 apparently 就會少了一份收入，是吧，這樣即是對於小哥支持會少一點，老婆又辛苦，又父兼母兼父職，是吧，單親家庭長大，小孩又最後大個都不一定會向著 你想的方向走，最後可能還很爭你不過冷靜想想咧，那個應該真的不是毛孟靜的仔喎。我見毛孟靜原來個 Facebook 都有擺呢段嘢出嚟喎，話人哋改咗佢嗰啲對話嗰啲係點樣以正視聽。我心諗，咁無論擺自己仔出嚟噶，擺你自己仔出嚟咪即係篤灰，篤自己個仔灰。真係好失望，真係。我真係好想睇到佢哋啲。民主派的人呢，或者泛民的人呢，那些仔女衝上前線一起打過勁的，這樣才是的嘛，真的。不會的，就是你要一定不會的。因為他們其實很明知道，其實他們知道自己買的東西呢，是白粉來的。很認真地說，他們自己班人是知道的。他們是騙你們那班，即是外面那班人的。索的。是啊，其實其實現在有些人呢，就說我們這種評論呢，就很低能的，就是我們就恥笑了叫我們什麼四方八面的人，四方八面的人我們都恥笑了，那他就說我們叫做，誰這樣說我們啊，監察新聲過來的，那個好像在一些報紙都有地盤的，哦，是啊，暫時免得開他名字，但是即我想有機會的話就真的即覆一覆他，招呼一下他，是招呼一下他，因為其實講真啦，而家中間嘅聲音太弱啦，個社會兩邊分開咧，即係兩邊都太極端啦。我認為真係，你撐政府嘅好多都係盲撐嘅，你撐即係撐嗰啲抗爭派嗰邊唔使講啦，嗰啲梗係盲噶啦，即係佢哋食咗上曬腦，食曬毒品噶啦。咁其實另外一邊都係盲撐嘅喎，我認為咁有啲人會唔開心嘅，我咁講，但係事實上就係喎，同埋佢哋係。
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的，兩邊那些最極端的癲人都是、啊、即好像阿公阿婆那樣，即藍絲那邊就是阿公阿婆，你出去見到林卓廷當然打他一鑊啦，流馬車還有、其實呢有些人就是喜歡過足癮地輸的，那沒所謂，那些人呢其實就不應該在個團隊裡面佔最大的聲音，因為那些人佔最大的聲音你根本就、是輸硬的，令到你整隊人，因為他們會衝前去嘛，無論是多不適當的時候他都會照衝前去撞爆了玻璃跟著就射了去的了。那有些人呢就開始就說這些是、政府安排的啦，那就算是政府安排又怎樣，你們不懂跟那些人切割的，如果你跟那些人切割你就沒事咯，是不是、是吧？我今天看到的新聞更好笑啊，那個張超雄就譴責这个一定是政府，说立法会那里的警察撤退入去打烂的，这个空城计一定是政府搞出来的。那么怎么是又怎么喂，是的，我摆个空城计出来你就要揼烂一点的。不过明知是空城计都要入去。是的，你明知是空虚而已。你明知是这样你都中计的，那你就抵死啦，是不是、你们造谣都可以啦，呃到呃即是呃那么多人都觉得没问题啦。那政府摆个空城计又有几大镬啊，即是好理性咁呃你咁啊，佢冇呃你，佢冇呃你，其实你都知道，但系其实佢亦都有，其实佢都有佢哋嘅考量嘅。如果你哋冲入嚟，里边有警察，佢哋唯一个选择就系开枪。其实一开枪，即系香港就会好大镬，真系香港即死，你真系香港末日。记者打埋啊，到时系啊，嗰时就系香港嘅末日啦，真系。其实今次即系冇即警察冇开枪，其实非常好，我觉得。即是完全的 畫面呢就是顯示到是一班暴徒暴民衝進立法會大肆破壞，跟住還要做一些細藝的扮沒有破壞，其實很愚蠢，他們以為呢他們成功創造了反送中這三隻字的大話就可以不斷講大話，一個大話蓋一個大話，對不起，這個世界是有正氣的，佢呢個世界仲有正氣嘅，天地有正氣啊！問啲人，係咁佢哋其實一仲喺度扭，其實佢仲喺度扭緊成件事嘅，即係話依班唔係暴徒，即係仲繼續喺度。有一個人係暴徒，係一個都冇喎、啊，一個都冇咯，即係佢哋哇，你哋走曬咁，佢哋成日講大話嘅啫，呢班人，我哋而家 Q 咗，佢哋講大話，明知嘅，即係話白粉有益咯，鴉片有益論。吓、啊，福寿高。但如果你俾嗰啲即系掟嘢啊，喷漆破坏嗰啲片诶，搏佢哋，佢哋话，唉，呢啲都系共产党啲人嚟嘅，唔关啲后生事嘅，俾人渗透嘅啫，咁讲。洗晒脑咯。哦，唔系、喂，嗱咁样睇、喂，上次嗰个差佬咧，咩攞住个雪糕桶同嗰个水杯嗰个咧，喂，嗰、那个你哋系捉到？明白，你追打他上次又可以咁叻嘅，系喎、哦，系啊，佢因为冇咗捉鬼敢死队啊嘛，佢哋而家，即系佢哋以前不嬲都有捉鬼敢死队，跟住好似今次冲击呢个立法会就冇咗，捉唔到鬼，佢唔捉鬼啊，佢嗰三不政策就系不督灰、不谴责同埋不咩啊，唔记得咗不鬼啦，搞到唔会再做呢啲事咯。哦，咁又唔係喎，其實你諗下，其實佢哋可能之前係有林正英喎喺裏邊喎，喺群眾入邊有個林正英，而家個林正英唔知去咗邊啦，即係天師捉鬼，冇咗天師捉鬼，收咗期，可能啦，係啊，越講越唔通嘅，其實佢哋講嗰啲嘢，佢哋成日都係用諗住政治宣傳可以打於一切，嗱呢一招咧，其實就係共產黨喺。早期嗰陣咯，早期嘅就係用過鬥爭嘅時候咯，係啊，五六十年代係用過嘅，即係最初共產黨不斷搞政治運動嘅時候就不斷造謠嘅。仲咁同國民黨鬥爭嘅時候最用得最犀利。哦，咁啦，咁啊，跟住佢哋嘅造謠啊，佢哋嘅造謠威力咧，嗱，聽日七月幾多號啊？四號，即係七月四號啊，立日，美國獨立日，將會啊，佢哋聽日個。造谣威力啊，起码减一半啊！大家知唔知点解？点解？肥佬礼啊，听日啊，嗰个网啊，要收$3做会员先至可以睇啊！哦，佢哋冇得再免费睇啊！我对唔住喎，系白粉最初系免费请你食嘅，你上咗瘾就自己俾钱买嘅，所以系哦，又系喎，喂，
即係你哋俾啲三蚊咯，佢哋冇俾。但係三蚊好少啫喎，老許講真。兩睇啊，香港人比較係覺得係零嘅，應該係，同埋會覺得麻煩啊，又要俾三蚊，因為三蚊好似話睇到九月咁上下咯。我哋一個人俾，跟住喺 WhatsApp share 啲文咁咪得咯。其實我都係喎，呢個咪但係你個威力慢咗嘛？哦，咁啊係嘅，係啊，即係到時聽哇，有個 cap 圖。香港人的性格是這樣的，雖然三元都是這樣的，哇，我給那些三元，我怎麼要截圖出來給你看啊，分享，你不給我那些三元，你不分享給我，要我分享給你，我給了三元的嘛，香港人的性格就是，唉，都可能的，是吧？是啊，反正大人都給錢了，算了，唉，算了，浪費了，總之這次中恐怖我非常失望。呢一節節目時間係咪差唔多啦？我都係失望，而家失望想再想錄一節粗口，不過算啦，唉。下次啦，喂，幾時錄台慶啊？誒，曾 BC 好翻先啦，曾 BC 好翻先，因為曾 BC 仲病得好犀利。其實佢頭先出聲都成口痰，好辛苦噶啦，佢同我講。冇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拜拜，拜拜。